要坐飞机了啦。跑去澳洲干嘛？跑去澳洲干嘛？带公公。还有？还有？妹子，我们是要去哪里啊？去带公公。这样小声，我奶奶听不到的。公公阿妈。公公跟阿妈。我们去哪里先讲？去澳洲，叫我们跳了，一二三，呜呼呼！干嘛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弟弟，妹妹。来，你先吃一口来喽。Hello， 小姐。受考的我。我没有考你，我问你 ，GA 二十在哪个方向啊？我要考什么？不知道。我爸很会画画，他所有的衣服、家具都要自己画出来，不是他家做。那为什么你不会画画？对啊，就没有传遗传到，我都遗传到我们两个的那个 TV 的东西。他一个会赚钱，一个聪明煮饭什么，然后我两个都没有遗传到。我跟你讲，父母太能干，就会有这样的小孩。我帮你发声。有人要坐飞机的吗？雷丹，你长大，你不是 baby 啊， baby 才可以这样做。你自己还跟爷爷讲，爷爷，我要坐大大的位置，我要在飞机上坐大大的位置。OK， 你不觉得就是老婆在一起很有生活体验吗？我重申一次，那不叫体验，那是叫折磨，都在整人的天天。Hello。我们到了嘞，我们在哪里？澳洲。我很累了，那我们走走走。那这个给你点心。会回来。跑跑跑跑跑。这个呢？哇！那个蛋的。找去哪儿？